在咱的小青安尼啦吼，哎，热情的掌声鼓励安尼啦吼，就好咱所有在咱的好朋友，会当万事皆如意啊吼。然后咱小青安排两首拢非常好听的歌曲啦吼，哎，一首比较轻快，啊，一首比较抒情的啦吼，哎，真好做穿插，对，安尼穿插就对啊，安尼啦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本来吼咱的水果料就是安尼啦吼，要穿插穿插一下，穿插一下，咱的情歌歌吼，哎，很多首，那直接的多起一直记，是拢总无要紧啦，这个拢唱无同款的开口的歌就算，哎，因为吼咱的。有千百条万百条啦吼，哎、有当时吼去唱到咱的好朋友不爱听一条安尼啦吼，哎，真正就较歹势，较无听安尼。哎，有当时吼咱的歌，唔知咱的好朋友的配套是风格是什么安尼？对，都不一样。有时咱的水果店所来安排歌曲吼，拢是比较较拿手的安尼啦。嘿，哎，较感觉讲袂歹听，啊，个较内行的歌曲安尼。分享给大家。对对，啊，希望咱的好朋友拢总会当介意安尼啦。啊，嘛希望讲吼，哎呀，刚好咱的宣传中去传播吼，咱阿平所来领导咱的娱乐节目，来所来安排水果店啊，拢会当。陪伴咱所有姐姐，咱的好朋友啦吼，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吼，诶，咱的晚间时刻啦吼。啊，当然，今仔日叫来水果，你话嘛，不是我家己咧臭屁，嘛，不是家己咧偷干安尼吼。头家太好劲，太好劲咧安尼吼。你会知讲吼，咱头家原来是安尼吼，诶，骑迄个重机型的，你知无？一骑多百鸟，一骑迄个五十、九十、一百二的吼。还是不是吧？骑重机的安尼啦吼，诶，我做机车的安尼吼。诶，嘛不是讲机车啦，对着咱的天气要求啊吼，诶，真正是安尼重质不重量诶。是，一定爱吼腰度的。哦，叫他们来现场。哎，你讲叫一叫坐的就好看了，叫坐的嘛爱水了。对啊。哎，对对，所以今仔日本团团主吼，拢是安尼哦，精心挑选的，没有错。每一个水果娘娃拢是安尼经过吼，咱的本团团主。哎，用料感觉好用诶，安尼吼，哎，未歹用，好用叫阿爸甲咱现场吼，好咱诶好朋友来甲做形象安尼啦吼，来啊你拄只只来尔安尼啦吼，啊这你有看过人吼？有啦吼，啊你今仔为着谁来诶？后边迄个哦，我知道了，哎对，哎那葫芦柚迄个嘛吼，对啊，大奶妈，哎今仔叫葫芦柚，哎那个大奶妈，真的很气死了，哎又去啊，结果我安尼迄个该有诶我啦，哎我啦足大诶安尼吼，哎爸爸妈妈。在哪饲啊？真的，我马上给你请教。哎呀，你马足大呀！我拄仔是拄仔好，哎呀，你拄仔好，啊拄仔好就好，我阁想要想细嘞啊！对，你马拄仔好，我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来，我会当更加大只，我是希望会当更加大安尼啦。哎，吼，男人无法一手掌握安尼。哎，我喜欢刚刚好嘞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是你喜欢啊？你要问男生喜不喜欢啊？男生喜欢安尼啊？对啊，真男生喜欢安尼揢嘞，阁一揣迄种安尼。哦哎，对，所以对无吼？啊，无。卖假啦！你这一定讲无，我无吼，哎，其实心肝拢讲吼，哪大哪好啊嘞，哪好看啊嘞，塑胶啊，对，我看拢听到拢流水烂嘞，哎，我们是老官啦吼，老官，无要紧啦，伊在咱干嘢啦，为爱较娇小玲珑的呀，啊为爱像安尼三条呀，啊为人爱看迄较肥嫩肥嫩的安尼啦，哎，这个主席在咱去嘞，空气在咱去嘞安尼啦吼，哎，所以无要紧啦，今仔进来水果你有啥物型的拢总有。有娇小玲珑、活泼可爱，还有像咱了小青同款安尼吼，哎，时尚辣妹，体格真赞嘞，那模特儿安尼吼，哎，再无去咱的都市发展就真正吼，哎，真的是一种错误啊！我最近也在减肥嘞，你一直都在减啊，你我最近还没有，还很少吃呢。真的吗？我今晚马上就减呀，食饭，啊，我数空气就足肥啊嘞，对啦，我你有查讲我拢不干2点多啊，啊，所以我拢跟他讲七顿早顿安尼了，安尼了。所以你看我这两个我都安尼，你看。安尼的啊。真的啊。无可能。啊，等于真正等于再搁食点心安尼啦。啊，就是食点心的问题。就是食点心的问题安尼啦。所以我都好讲过吼，做女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超级。你看像安尼，像安尼一定要三条安尼哦，体格才赞啊，讲你搁讲减肥安尼啦。哦，就辛苦的。哎，讲什么意思？我想拢无了。就辛苦的。你今仔拢是咧讲，我生气的都。无。在那一点体格这么苗条安尼哦，我所以讲吼，咱的小青真实在。安尼啦吼，哎，无去咱的台北都市安尼发展吼，哎，真的是一大错误安尼了。啊，我还是会害怕，我不敢。没有，害怕一定都会的啦。对啊。哎，但是我们要踏出那一步啊。其实咱若从少年起，你都袂惊啦。哎，是讲只要要叫你起，你会惊，伊只要歹人足济嘛。哈哈哈！只要有哪惊咧路啊吼，我袂敢看，就去用拍咧。真的呢。真的啊，所以我拢唔敢，我袂敢，我说尽量吼，尽量出门挂乌帘目镜。我嘛是安尼讲的。我是安尼想是。哎，乌帘目镜挂哦，你看到，人拢唔知你咧看啥咧。啊，不过有当时去用拍嘛，是人会种反应。
什么原因？伊怕讲你为虾米要挂乌林呢？哈？啊，你可以用吧？啊，所以就怪人够多啊。所以讲哦，诶，今仔日即卖吼，那个没有很正常的人，真的也是非常真的很多。对了，所以尽量哦，卖出门门好啊，啊，是咱的真卡所在上好啊。我宅在家里。真的真的，对，在乡下地方真的是吼比较有人情味。真的对对，啊，那较多钱有比较习惯哦，嘿，伊压力较大啦。形形色色啊。真的真的，因咱的北部压力较大嘛，其他的真卡不会啊，不会有什么压力。啊，所以压力吼承受太大吼，真精神的消化太。对，精神分裂啊。对，那个沙尔的恐，就开始有那个兴奋感。兴奋感啊，对。所以还是吼，咱的真卡所在上盖好个啊，咧啦吼。来，啊，咱的小心吼，拢无甲咱的好朋友请安问好。哦，拍摄拍摄，一定要去查咧哦。不要紧，我咧查了关系关系啊。来来啊，咱的小心吼，先甲咱好朋友请安问好一下。来，好，那么就大家当金秋开花好结果，出钱出后进财宝，在行善金出来宝，少年就请。隆重无烦又无恼，谢谢。谢谢隆重当秋分三宝，食好做听课，每天隆重的当生活得很快乐啦。是的。啊，你看咱的在咱的好朋友就好个安尼啦吼。咱的你讲好话嘛，给你掌声鼓励了吼。我虽然咱操领带操领带，但是我领金嘞。我金嘞嘛。你听没出来吗？我听不太出来，人家讲金金。我懂啦，这就是你的特色啊。没办法，我只要每次要练这一句，我就会短进短进，短短进短进。一样的，我们安尼才有乡土味啦。哎，对啊，无你你敢买单，该用国语来讲啊。哎，伊国语对你来讲较内行啊。哈哈，哎，对啊。用诗来用背。你买做位去，做加做父母的了。我背啊。哎背哦。系啊。背无要紧啊，你厝背啊。哎呀，出来厝背啊，出来讲给咱的好朋友。啊，好话吼，咱的好朋友会当吸收我了。用讲话用唱歌足艰苦的。你是讲唱歌讲话较艰苦的对吧？对。啊，唱歌较轻松安尼啦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把你比起来，我是卖讲话。卖讲话来。我是讲话常来，讲话常咧得死人安尼啊，还是卖开口安尼哦。没啦，进步啦，可以进步啦，对，来，啊，咱的小青哦，拄只甲咱个朋友请安问好啊啦吼。啊，即马赶紧要过来安排啥物好听的歌。今阵人的爱，感谢。好，谢谢，来一首咱的变奏歌曲哦吼，是会乱吼，都想要疼的呀吼，来啦。来安排好这个歌曲哦吼，来今阵人的爱。拍死！我们这边要休假哦。啊，你在干嘛？忙嘞呀，阿你好破喽！我气死了！你是气死吗？你说他还是说你？我在雨多黑，别存在的原因。
时间。